天气超级差。哥，我们要毕业。耶。有吗，小金龙哥哥？这有鱼吗？那水浊浊的，怎么看得到鱼？浊浊的看不到鱼啊。一人一个叉子，一个叉子。一个叉子，你要干嘛？我们要用那个把它变成安娜公主。那边。我们先去。你要先去玩车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玩车车那里。是哦。对啊。好高哦，好急哦。哇，牛逼！哎呦，婴儿床，这小 baby 的，还是孙燕勋的，孙燕勋的啦，孙燕勋的吗？对呀。好，看看。嘿，哦哦哦。那里有一个池塘哎，哪里玩看？你不要爬那么高了。在哪里？这边铁路下面游泳池哎。哪里？下面呢？没有看到。你看不到啊。在哪里？这边看到游泳池哎。在哪里？在下面呢。是。再来就是高速公路线，那里有个椅子。哪里？你看这个。池塘人家的吧。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啊，旁边那一条溪呀、啊。我们先别听。站得哦。妈咪，你看这里有鱼。泡汤很适合。明白。基本的设备都有。来，自己控制一下。遥控的。帮你换遥控的好不好？好啊。还是你要螃蟹？鲨鱼呀、啊。那个吗？鲨鱼的。这个。鲨鱼。还是要海龟。鲨鱼好不好？一样都是鱼。鲨鱼。这里鲨鱼，这里鲨鱼，在这里。这个鲨鱼多了。走。拿米。你的鲨鱼就会在这个海里面了。
好了，涂快点，加油！很厉害哦！你赶快涂啊！真的啊，你赶快认真涂啊！你没有认真涂，小朋友。认真涂。认真涂。尾巴用这个绿色的，好不好？绿色 purple purple 安静等一下就出来啦，这花太丑了。干嘛学我？等下我，你出来了。有了有了，妹妹。这个红色尾巴那个啊。红色尾巴那个是。这是你画的。这只。你要把圈出来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还没。快点，哥哥拿去扫。哥哥，你拿去扫。跟阿姨说，阿姨帮我变到海里面。这个好棒啊，开车在那边有耶！哇！下雨，钓鹿园的这边酷，我看到有在钓，那边是饭店，对啊，白云，你在吃什么？没打开。好像老爸哦，你是老爸、啊。看看你脸胖，嘿嘿嘿，只有黑金刚。来到底啊！小心人家过来，好，踩到底，哥哥。鸡蛋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鸡蛋，可是我在外面吧，让我笑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打泳池。天气好吗？天气好不好？好。天气很好。